又回到泳池解锁，终于来到最后一集了。工程来到这里，终于有一种拨开云雾的感觉，但你又不要以为这么快可以完。趁着在暴风雨后的晴天，那就开始清洁整个泳池了。首先吸走晒所有泥沙和水，然后再用部 Power Washer 将泳池入面和旁边的污渍清洗一次，再吸走多余的水之后，重头戏就来了。因为有些沙实在太小了，有些连吸尘机都吸不到，那自然就要用人手抹了。三个人每人一嚿海绵和一桶水，不断将沙吸入海绵里，然后拧出来。当时就是觉得条腰很痛，但现在看回整个画面又真是挺治愈，真的好像有一种说不出的舒服。在这个角度，大家可以看下一个完成了的游泳池，上面有已经摆晒木碎的 wood chip filter， 和隔离这个未种嘢的植物过滤池。而完成了游泳池入面之后，跟住就是泳池后面的斜坡了。其实都是将本身的草皮维持回原状的啫，因为部刮泥机要行来行去，咁草皮就无可避免就会破坏晒啦。咁而家要做嘅嘢就係要将烂晒嘅草皮掘返起，然后铺返啲靓嘅泥，之后就可以落返草种或者直接落草皮整返靓佢啦。不过係我衰，个角度唔係几好，所以睇唔到。喺呢度睇返上一集整好嘅水泥平台先。完成度非常之高，那两支电线管就好像漆黑之中的萤火虫咁，所以接住落嚟就是铺电线和水管的过程啦。Yeah, that was the best case scenario, is what we were thinking, right? Like it went straight over the garage. Machine made me sneeze. Okay. 就是在屋出面的这个位置，将屋入面的电一直拉到去那个石屎平台上。而由于是铺设电线，所以这个坑就要有一定的深度。没记错呢，应该大概掘了三尺深左右。其实呢，我们都是负责铺电线管的啫。因为 Ontario 就好像跟香港一样，是需要专业的电工才可以搞电的东西。而在 Ontario 拿电工牌好像是比香港更加麻烦。所以如果在多伦多做电工呢，是真的挺好玩的。而另外在地下黑色那条水管呢，就是负责用来帮个泳池加水的，那都是会放埋下去。在泳池那边有加到一个感应器，是负责用来量度泳池的水量的。如果泳池不够水呢，就会自动加水的了，完全不需要人手开水喉的，非常之方便。饱晒之后就可以填返好个坑了。然后呢，在大概 50mm 的这个位置呢，再铺一条红色的 warning sign 以策安全，等如果迟些又需要再掘开笪地，都不会一下掘穿或者掘烂条电线。之后就顺便铺回靓笪地，用来迟些撒好的草种。而用木板冚住的这个洞，之后那天就用碎石填回好个氹，然后再重铺回个石屎了。但有少少唔同嘅係，因为要同侧边嘅石屎接返埋，所以喺新做嘅石屎入面就要加返啲石屎胶水啦。又搞掂多一样，再继续就係铺埋啲草皮，少少地唔係好多，就係一个角落头啫。如果啲泥铺得够好，吸走晒大粒嗰啲沙石，就算个范围好大，都可以好快铺好。而草皮同草皮之间记得要叠起佢，如果唔系，佢哋嘅接触位就有机会干死啦。
既然起得个泳池，又点可以冇一个晒太阳嘅地方呢？所以喺泳池嘅隔篱就会起一个 deck， 摆两张太阳椅喺度晒太阳。平时一个人刮一个四尺深嘅窿，大约系一米二左右咧，大概都需要成二十分钟，仲未计啲泥究竟系易刮定唔易刮添。但你喺度睇到部刮泥机，用个钻钻两下就完成咗一个窿，机器真系好伟大。然之后又系灌水泥嘅动作，将头先刮嘅窿全部倒满水泥，之后喺上面就可以起 deck 啦。嚟到呢一步，终于可以种嘢啦！买好晒所有植物，种晒佢落去。大大话话都有百几棵唔同大细、唔同种类嘅植物，种晒佢哋落去都用几多时间？种完就一定要记得淋水。新种嘅植物要适应新环境，而啲根又需要一定时间先会自己生出嚟吸水，所以新种落地嘅植物每日淋水都冇问题。种完之后个样都差唔多出晒嚟啦。剩翻嘅就系要放埋几块石板，做翻条行人路出嚟，然后整理埋啲泥，再调校好佢嘅斜度，咁就大概可以收工啦。只不过在整理完啲泥之后，突然发觉唔记得将呢个刮泥铲搬埋出去，所以要五条友一起搬翻出去。然后终于来到最后一日，将啲植物种埋入个植物过滤池度，然后就争最后一步啦。
they know, like, for example, it's very often that the thief.而在我们差不多搞定了啲植物之后，日水车就来到了。三车每车4000加仑 ,total 12000加仑的水倒入个泳池里，落一车都好像要20分钟。咁趁住呢个时候，就等我们看看泳池后面的泵房是怎样。两组微插掣的泵各自连住两对水喉，左边这一组呢就是由 Schema 拿水然后去回植物过滤池那边，而右边这一组呢就是都是由 Schema 拿水，然后记不记得泳池旁边的窿仔，就是泵回水去这些窿仔度形成一个循环，而出面这条水管就是之前铺好由屋旁边驳出来的水喉。回到嚟倒水现场，在这里就要准备看看会不会漏水。在石与石之间其实喷了些胶，令到水只可以在石的上面流下去，形成一个瀑布。但可能胶不够多，令到在其他地方都会出水。所以就要在这个时间里 check 清楚会不会有其他地方渗水了。So you guys can watch the edges to know whether or not we need to foam more.To keep the water coming this way. Those, okay. Because right now, if there's any leaks, we'd see it trickling, right? Right. Because my water's getting up there now for me. Right. Yep, same. I don't see any leakage over here. Not yet. Oh, some here. Is it bit? Yeah.Some right down here. Really? Yeah. 真系好唔好彩咁，喺石嘅下边真系有啲窿喺度流紧水。但好彩嘅系，嗰个位仍然喺泳池嘅入边，所以我记得好似用多啲石仔塞住咗个窿，将流出嘅水减到最低，就解决咗呢个问题。跟住就係一边等佢满水，一边又喺度检查其他位会唔会有漏水嘅情况。然后终于搞掂晒。其实仲有个 deck 嘅，但系咧我就冇份起，所以咧我就影唔到佢起嘅过程。但系咧有一日好好彩，唔记得要运啲乜嘢过去，所以最后都可以影到完成咗八成嘅 deck， 成个泳池就解锁咗。多谢你睇到呢一度，我自己睇翻都学到好多嘢。中意嘅俾翻个 like、comment 同 subscribe。我系 Leo， 我哋下回再见。